带你来走走。今天要来的地方是 Fremont Older Preserve， 坐落在苹果总部附近，介于 Cupertino 和 Saratoga 的交界。这里的 hiking trail 可以俯瞰湾区，全年开放，不但可以走路，还可以骑 mountain bike， 偶尔也会看到骑马的人哦。下山喽，马上又是忙碌的一天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